第37题，下列何者不是高炉炼铁所需的材料？我们要炼铁，当然是需要铁矿，所以要有 C。那我们这里面会加上煤焦，煤焦是要燃烧，然后产生高热，同时煤焦本身可以当作还原剂，它所产生的一氧化碳也可以当作还原剂，所以我要煤焦。同时我里面加了灰石、碳酸钙，就需要它那个受热，然后分解，然后呢产生氧化钙，然后去跟我们的泥沙作用，然后产生熔渣，所以我们会加入灰石。那我们用不到呢是氢气，这里反应我们不需要氢气，所以呢第37题问我们说何者不是高炉炼铁所需的材料，我们答案选 B 氢气，高炉炼铁的时候不需要氢气。